百货迎百客，免治和牛寿司。哇，阿妈你仲整紧黯然销魂君啊嘛？而家兴食免治牛寿司啊！唔系讲笑噶，呢一间位于中环安庆台嘅阿妈沙琪居酒屋，主打嘅正正就系西日嘅飘唇菜，其中最出名嘅就系噔噔噔噔，就系呢一款 rock and roll 啦。佢嘅外层系包住伊比利火腿，上面就铺满咗意式茄酱免治和牛，咬落去酸酸咸咸，又带啲甜味，口感绝非黯然销魂君啊可比噶。除咗呢款咁有趣嘅 fusion 寿司之外，呢一度仲有一味大猪腩堡嘅美食，面包入面系夹住足足慢煮咗六个钟嘅鹿儿岛黑豚肉，真系够晒入味啊！所以话香港人真系充满咗创意啊！就连寿司呢种咁难做出变化嘅食物，都可以揾到咁出一神入化，唔知下次仲有啲咩新花款呢？唔通真系好似灿神咁讲？可以试下牛奶寿司、朱古力寿司，甚至乎万金油寿司。